我跟你说了，是啊是啊，我知道他很乖啊，因为哦，他很爱我。我们家阿伟他很乖，哎，孝顺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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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。不是他找我，是我要去找他，因为阿伟他下课。王先生，警方这边如果有消息的话，会尽快通知。那失踪人平常会去的地方，请您再多加留意一下，也许会有机会找到。好，快吃饭了。去拿报纸给我。为什么有菜包？你不是最喜欢吃菜包？你赶快吃啦！我等一下还去花莲。随便啊，你等一下吃完饭哦，把碗放在洗碗槽，我来洗就好了。先出门了。我那个钥匙放在哪里？没有啊，我放在刘金泰，求土地公保佑我，这次一定要大赚200万。不用谢了，没有要帮你忙了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么爱斤斤计较哦，我跟你讲，土地公不会保佑你的啊！你这样子就不应该，我跟你讲，土地公。你这样子对待人家不好。那个，啊，看你妈妈的时候，先到土地公那边拜一下，哦，哦，你妈，
那还有很多东西没买哦。早吃不能一次吃太多，胃不好。土地公，弟子是黄大武，我爸是黄木金，他走失了，我知道我以前不孝顺，都没有照顾好他，但我知道错了，我就这么一个爸爸，我希望你能大发慈悲帮帮忙，帮我找到他。拜托，他下课，我要带他去捞这个金鱼。那我先睡一下。爸，爸。你怎么在这里啦？你知道我会担心你。你怎么没有去上班啊？现在已经晚上了。哦，这么晚了，肚子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蒸饺啊。每次都吃蒸饺，不要吃了。那我请你去吃龙虾，我今天领薪水，走了。拜拜。这里公司。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大伟，好，我明天再过来看。像黄贝贝这样的失智症的长辈，让他多出来参加这些社区的活动，增加一些人际的互动，对他的延缓会有帮助。当然，家属的陪伴对他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。黄贝贝，我们刚刚已经叠这么多，我们现在再来三个，对，帮我数三个，对，横着，对，像这样一样，像这样子一样，把它躺下来，对，把它躺下来，对。哦，对，三个，帮我把它移上来。我不要，我要去叫我儿子来。我儿子叫什么名字？现在开始练习写字，写你的名字。
我们姓黄。爸，你看这是谁？你看，这你几岁的样子？这不是我的。爸爸，你叫黄木金。那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？